果食月餅都係團圓個意思咯，即係大家一齊聚埋一齊，一家人咁咯，咁係團聚個意思咯。保留到而家香港今時今日，啲人都有食月餅嘅習慣啦。小餅如嚼月，中有酥與餘。月餅又稱月團、團圓餅，是中華傳統美食之一。每逢中秋佳節，香港大街小巷的糖品铺子前都会排满前来采购月饼的民众。位于香港葵涌的馨香冰厅拥有半世纪的历史，也是目前香港少有的售卖新鲜出炉手工月饼的冰厅。本身我哋手做個月餅最特別之處咧，就係個皮係人工即係人手做啦。當然每一個咁，同埋個皮係好薄嘅，因為皮包咗餡咧係好難做嘅薄嘅話，因為如果唔係會穿咧會漏餡嘅嗰個，同埋食落去口感方面係唔會乾嘅，佢個口感係同埋係好容易入口嘅。有啲客可能見到我哋新鮮出嚟，因為我下晝出嚟有啲人食下午茶嘅話咧，咁就會可能譬如出咗五人啊，今日放咗五人啊，或者係雙黃啊，或者陳皮豆沙嗰啲見到嘅話，就會即刻點。因為其實真係老實講，我諗應該全香港得我哋呢一家可以做到出爐月餅配奶茶，真係呢個都幾有特色嘅。新鮮出爐的手工製作月餅，配以現沖港式奶茶，是這家冰廳餅店經久不衰的獨門配方，亦是這個五十年老字號在街坊之間口口相傳的美味秘辛。好，當然係準備咗材料先啦，第一個步驟，咁就開始我哋磅重啦。咁因為嗰個餡料同埋個皮都係需要磅嘅，我哋每一個，跟住就開始包個過程啦。咁師傅就用手工去包啦。如果要做雙黃嗰啲咧，就逐個剝嘅個餡蛋。咁係剝曬之後咧，再清潔啦，清完隔蛋白啦，咁跟住再係打模咯。係啦，打完模之後嘅話咧，跟住就入爐，咁要睇火候啦。個火候都好緊要嘅，因為如果唔係嘅話，就可能會好會燶啦。咁火候都好重要咯，係啦，跟住就可以出爐啦，成功咁。前鋪賣老婆餅、雞仔餅等傳統糖餅和菠蘿包等港式麵包，後鋪是個容納五六十人的茶餐廳，客人在店中喝奶茶、吃點心。点滴勾勒出香港老街坊经年未变的生活气息。八零后的香港夫妻档徐立敏和江良忠，今年三月刚刚接手这间老式冰厅饼店，在传续旧情怀的同时，他们也花心思对传统月饼的造型口味进行创新改良，为老店注入新味道。因為本身我哋有純蓮蓉啦，咁有雙黃白蓮蓉啦，咁有四黃白蓮蓉啦，咁另外豆沙方面都有純豆沙啦，咁有豆沙雙黃啦，咁有陳皮豆沙啦，咁另外仲有金華火腿五仁。佢會因為而家啲人純粹唔係咁甜啊嘛，如果純豆沙嘅話，可能會比陳皮豆沙會甜啲嘅。咁但係陳皮本身有個香味啊嘛，咁佢食到個陳皮味好香嘅佢嗰個。細嗰時咧，可能股市嘅時候咧冇乜錢買月餅啦，咁就會食依個豬籠餅咯。咁依個豬籠餅主要係月餅皮嚟嘅。咁跟住可能有啲人唔中意食餡料啊，或者唔中意食黃咧，都會中意食佢咯，就個中意食個皮咯，係啦。咁後屘演變下就一個情懷嚟嘅，咁就做完之後咧，咁我攤凍咗就會擺入個籠度嘅，咁就寓意豬籠入水咯，即係財源滾滾來嘅意思咯。除了好味道和好意頭，對於從小在香港出生長大的徐立敏夫婦來說，月饼意味着一家人辛劳忙碌后的团聚与分享，更是铭刻在港人味觉基因里的中秋记忆。细个时候咧都有食月饼嘅习惯嘅，因为咧一到食月饼，大家一齐咧就算好忙咧，即系屋企人翻工嗰啲咧都会一齐翻嚟食饭咯。可能有机会有时平时有时咧都会好少翻屋企食饭嘅，咁就代表团圆嘅意思咯。咁大家食完饭食饱饭之后就会攞月饼出嚟切咯。咁当然细个时候可能啲月饼就会分开，可能白蟹咁一人一嚿咯。咁你会觉得啊？好似好正咁咯，好味咁咯，会特别可以觉得好甜咁咯个感觉。虽然制作手工月饼耗时耗力且利润微薄，但夫妇俩仍坚持小店的这一传统，在中秋之际，为客人端上一只热气腾腾的出炉月饼，将这一份象征甜蜜团圆的祝福分享给更多人。可能雖然而家經濟啊，同埋有疫情嘅影響啦，都唔係咁好啦，但我都係想趁依個中秋嘅時節咧，將依個甜甜蜜蜜分享翻出去咯，咁帶多啲開心俾大家，同埋中秋節都有一個團聚嘅意思，咁希望大家團團圓圓咯，咁都係想大家再開心啲，繼續努力啦。